踩脚啊，最近在忙，对，我想忙，最近在忙新专辑和第二场演唱会。哇，我知可以宣传一下，我知道他第一场演唱会在上海举办的很成功，对，非常成功，我有看到你的照片，真的，我还有看到视频，忘的，很华丽，而且真的进步了很多。然后我还在电视上看到一幕，在韩国拍，感觉觉得怎样？很帅，很酷，很棒，谢谢谢谢。加油，好，加油吧，加油！来，一二三，加油！